我哋有神嘅同在咧，根本我哋去到边度邪灵就走啦。系如嘅。果我哋有神同在，所以我哋第一步咧就系话有神嘅同在，亲近神，然后我哋先赶邪灵。第一系亲近神。有啲人就话啊，我有时赶邪灵，邪灵硬系唔走啊。个答案就系话赞美神，神爱我，神系全能嘅，我全然听神嘅话，我爱神，亲近神，神系我嘅主，系我嘅王，多谢天父。佢咁样祈祷先，由先赶邪灵咧，系更加有效。可能佢咁祈祷，神已经赶走嗰啲邪灵啦，即系神嘅同在会赶走邪灵。有一次咧，我同一个人喺宣教嘅时候，嗰时系休息时间，有个人走埋叫我同佢祈祷，我多谢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咁啊祈祷，跟住佢有邪灵彰显。咁隔篱嗰人话：你系咪赶紧邪灵？我话我谂系咯，因为佢都有邪灵彰显。咁佢话：点解你冇讲奉耶稣名赶走邪灵？我神嘅同在都会赶走邪灵噶，唔系一定要赶嘅，但系我可以同佢讲，但系唔系一定要我哋即系要讲嗰句说话邪灵先走嘅，因为喺神嘅同在，即系有时我就系同人赞美神咧，已经神嘅同在就会将啲邪灵彰显出嚟，亦都会一路走嘅。咁我试过有时讲道啊，讲紧道根本就唔系赶邪灵，就已经有人有好强烈嘅邪灵彰显喺度嗌啊，喺度失控啊，咁嘅情况我哋都试过嘅，咁所以就睇得到有神嘅同在嘅时候咧，邪灵系会彰显出嚟，同埋咧系会邪灵会惧怕，令到嗰人会有强烈嘅反应嘅。咁有啲人咧亦都喺瞓觉嘅时候，有邪灵，咁呢样嘢系都可以学习，就喺瞓觉嗰时去赶邪灵，亦都瞓觉嗰时就去宣告耶稣系得胜嘅，耶稣作王嘅。嗱，可能讲呢啲说话，邪灵已经走啦。我听晒耶稣话，然后奉耶稣命赶邪灵。好，我哋一齐祈祷下。我哋企喺度放松个人，喺呢个时候，我亦都会为大家赶邪灵。如果你觉得有啲邪灵彰显，有啲咩邪灵彰显咧，个心口压住，身体压住，好似有啲气谷住，身体某处唔舒服，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喺身体流动。咁你可以开麦出声话啊，我而家觉得有啲邪灵嘅彰显，或者你觉得有啲乜嘢乜嘢，咁我哋就同你赶邪灵吓。OK，嗱，放松个人。亲爱天父，多谢你，因为你系掌王权嘅主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所以我哋咧系唔需要惧怕。耶稣已经赐俾我哋权柄，可以践踏蛇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嘅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我哋唔需要怕任何嘅邪灵，因为耶稣系得胜嘅，耶稣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邪灵咧系在神嘅脚下嘅，邪灵喺神嘅权柄之下，毫无权柄、毫无能力嘅。主耶稣帮助我哋深信你嘅大恩大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你系得胜嘅，耶稣系得胜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深爱你，主啊，帮助我哋将整个生命献上俾你，求你掌王权，求主耶稣掌王权，耶稣作王作主，耶稣喺我哋生命中作王作主，掌管我哋嘅生命，主耶稣与我哋同在，多谢天父，神你系全能嘅神，所以我哋唔需要惧怕邪灵，唔需要怕任何邪灵嘅攻击，只要我哋同你有亲密嘅关系，同埋处理生命中任何嘅罪，如果我哋生命里面有罪，有负面思想。求主耶稣帮助我哋真心悔改啊！如果我哋对于神有怨恨嘅、有埋怨嘅，求主赦免我哋，又帮助我哋睇到神系施恩嘅，系爱我哋嘅，我哋就求主帮助我哋将嗰个对神嘅负面或者埋怨咧，系攞走，而系咧深信神嘅爱，深信神嘅大恩。如果我哋对人有啲怨恨，对人咧有不饶恕嘅，求主帮助我哋睇到。问题喺佢嘅身上，佢哋有罪，佢哋系佢嘅问题，我唔需要孭住佢嘅问题。佢伤害我，其实佢唔能够攞走神嘅恩典嘅，所以我哋就怜恤佢哋。其实佢哋都系受咗好多伤害，所以会伤害人。我就怜恤佢，去祝福佢，饶恕佢。求主帮助我哋饶恕嗰啲好难饶恕嘅人。求主帮助我哋放低呢啲对佢哋嘅怨恨，佢哋唔能够伤害我哋嘅。我哋满有神嘅恩典同埋爱，我哋系蒙福嘅人，我哋就可以开开心心、平平安安
多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耶稣作王，耶稣作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作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多谢天父，多谢耶稣。主你系作王嘅，主你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感谢天父，神你作王嘅。主赦免我哋一切嘅罪，我哋一切嘅污秽，所有嘅喺心中嘅污秽，所有嘅淫念，求主赦免我哋，帮助我哋憎恨呢啲罪恶，憎恨所有负面嘅思想、负面嘅情绪、所有嘅淫念污秽、所有嘅负面思想、埋怨啊、忧虑啊、担心啊、烦恼啊呢啲嘅意念，都系出于不信嘅，不信嘅就系罪。求主帮我哋信靠你系掌权嘅。我哋爱你，你就一定祝福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答案处理生命就系爱神，遵从神，神就自然祝福我哋嘅。多谢主耶稣，感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天父，多谢主耶稣嘅大恩，多谢主耶稣嘅大爱。我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吩咐，任何人里面有任何邪灵都要离开。奉耶稣基督嘅圣名，所有任何嘅邪灵都要离开。如果之前有拜个偶像嘅，我哋自己可以讲啦。奉耶稣名咧，我斩断。当我哋讲斩断嘅时候，个心真系恨恶呢啲邪灵，完全拒绝佢。即系话，我奉耶稣名咧，斩断同观音嘅邪灵嘅关系，喺心里面恨恶魔鬼使用观音呢个观念去害好多嘅人。我哋个心就话，我要斩断同观音嘅邪灵嘅关系，从佛嘅邪灵嘅关系，从道教嘅邪灵嘅关系。如果有拜过偶像嘅，契过观音啊，契过边个咧？系个黄大仙嘅，奉耶稣嘅名叫我哋斩断呢啲嘅契约，憎恨呢啲嘅邪灵，奉耶稣嘅名，黄大仙嘅邪灵要离开，所有嘅偶像嘅邪灵、淫乱嘅邪灵离开，所有污秽嘅邪灵都要离开，求主释放我哋嘅灵，让我哋咧全心遵从神，全心爱神。跟从神行神嘅路，神嘅路咧比天更加高嘅，天怎样高嘅地，照样神嘅意念高过我哋意念，神嘅道路高过我哋道路。当我哋行喺神嘅路上咧，必然得福，必然得胜嘅。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奉耶稣嘅名，任何人里面有邪灵嘅，我吩咐你要离开。奉耶稣基督嘅圣名，任何嘅邪灵，我吩咐你，你要离开，你冇再冇权势。奉耶稣嘅名，你再冇权势，你必定要离开。多谢天父，赞美天父，耶稣系得胜嘅，耶稣系掌王权嘅，耶稣已经赐俾我哋权柄，可以践踏蛇同埋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嘅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多谢天父嘅大恩，多谢天父嘅大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感谢耶稣，耶稣作王，耶稣作王，耶稣系掌权嘅，耶稣系满有能力嘅。我哋靠住耶稣亦都有呢个权柄，可以践踏蛇同蝎子，胜过仇敌一切嘅能力。奉耶稣嘅名，所有嘅邪灵都要离开，所有嘅邪灵要离开我哋嘅心灵，离开我哋嘅身体，离开我哋嘅意念。我哋嘅意念如果受罪嘅影响，受邪灵嘅影响嘅，呢啲邪灵都要离开，让我哋信靠耶稣，时时活在平安喜乐之中。虽然世上有苦难，但我哋依然深信神嘅大恩大爱，我哋就选择正面嘅思想，正面深信神你嘅大恩大爱，神你嘅恩典够我哋用嘅。我哋唔惧怕死亡，唔惧怕疾病，唔惧怕逼迫，唔惧怕人对我哋唔好，因为神必定保守，神必定祝福嘅。
多谢主耶稣，所有嘅邪灵都要离开。多谢天父，耶稣叫我哋得胜嘅。哈利路亚！多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耶稣作王，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嗱，谢先祈祷嗰时有冇人有觉得有啲梗住啊、顶住啊、或者有啲蒙蔽啊、拦咗啊，好似有啲力量拦咗你祈祷啊咁样，有冇人有嘅可以出声，或者你可以传一个 WhatsApp 信息都得。牧师头先咧，头先我咧，牧师我系头先我你系不断去宣告嘅时候，嗰啲拜偶像嘅嗰啲王大仙嗰啲咧，咁啊不断去宣告离开嗰时，我自己要去宣告离开嗰时咧，我个头咧即系有少少麻麻痹痹。即系头顶嗰度，即系头顶成个停顿，成个停顿有啲麻麻痹痹。但系而家祈愿土，而家又冇事咯，平安返咯，即系冇事咯。OK， 头先仲有少少嗰个头嗰度，有少少嗰个麻麻痹痹。OK， 啊，啱啱我再同你祈祷啊，仲有冇其他人有任何经历？嗱，呢个麻痹都系，有啊，牧师想呕。OK。我食呕咗少少嘢 ，OK， 唔系有少少头晕 ，OK。牧师我有啊，头先咧祈祷嘅时候咧个心即系不停喺度会打冷震咯，咁同埋咧会即系头先你一讲话啲邪灵即系走咧，即系佢个心咧系会眼度会涌流落嚟咯，即系嗰种系不自由咁样系咯，涌啲眼泪出嚟咁样。好嗱，咁我哋再祈祷下，我哋投入相信，好重要就系深信神系掌权嘅。我哋可以有一个咁嘅图画，神咧将魔鬼踩脚下，佢一啲力量都冇喺神嘅眼前，神将佢踩住。咁我哋咧就深信，耶稣亦都俾我哋权柄，践踏蛇龙蝎子，就是践踏邪灵，真系咧只脚踩落佢嘅头上。我深信佢一定要离开。我听晒神嘅话，神。在我里面呢完全掌权，即是说我的心我的思想言语行为我愿意听晒神话行晒神的路遵从神爱神亲近神侍奉神神一定喜悦神喜悦的时候神就同我们一起神同我们一起呢邪灵自然要走的 ,ok?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将自己生命献上给神主耶稣我将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我整个心思言语行为我整个生命的路向我整个生命的目的全部放在你的身上。神啊你在我们生命有奇妙的计划。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已经写在你的册上。所以我们深信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是有目的的。我是可以祝福多人的我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的。我就将生命献上大家可以用的手将自己即是代表将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献上给神向神去举起将我的手好像将我的心献上俾神，神啊，我愿意听晒你话，我愿意遵从神，我愿意爱神，我愿意亲近神，我将我生命献上俾你，求主悦纳，神你一定欢喜嘅。当我哋将生命献上，你一定欢喜嘅。我愿意放低晒啲垃圾，所有负面思想，我哋有嬲人嘅，有怨恨嘅，有埋怨嘅，有负面嘅思想，我哋放低晒，我哋有不信嘅，求主帮我哋放低，我哋知道神系掌权。神一定负责我哋整个生命嘅，神喺我哋生命有奇妙计划，神喺呢个世界嘅历程，佢嘅计划都成就。我哋睇到圣经所预言嘅，耶稣要嚟，耶稣真系嚟。圣经讲到耶稣会钉十字架，耶稣真系钉十字架。圣经讲到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耶路撒冷被毁灭，真系被毁灭。然后以色列人被赶散，又真系被赶散，又会招罪，又真系被招罪。我亦都睇到近代嗰啲一路应验，圣经好多嘅预言一路应验，所以。神的应许一定应验的我们就深信神话神为爱他的人所以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生未曾想到的东西所以我必定有神的同在和祝福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我想都想不到的恩典叫我全然得胜哈利路亚多谢耶稣我将生命献上魔鬼再无权势我奉耶稣名践踏蛇龙蝎子践踏魔鬼的势力奉耶稣的名你要离开奉耶稣的名所有我们的罪要离开我们的负面思想离开我们的忧虑离开我们的烦恼离开我们的情绪的问题离开让我们日日选择喜乐。我们想到神的大恩就喜乐。
我哋谂到神有好多礼物赐俾我哋，我哋就欢喜快乐。我哋谂到神喜悦，我哋亲近佢，我哋就喜乐。我哋谂到神咧会祝福我哋，我哋就喜乐。我哋都求主赦免我哋所有嘅罪，我哋知道罪有破坏性，罪会俾魔鬼留地步。求主赦免我哋所有嘅罪，洁净我哋嘅灵魂，洗干净我哋一切嘅罪。当我哋真心悔改，神一定拯救我哋，赦免我哋，叫我哋能够得胜。奉耶稣嘅名，所有嘅邪灵，你再冇权柄喺我哋身上。当我哋听晒神嘅话，所有邪灵你都要离开，所有观音嘅邪灵、佛嘅邪灵、黄大仙嘅邪灵、道教嘅邪灵，或者任何庙宇嘅邪灵，或者任何喺屋企拜祖先带嚟嘅邪灵，我哋系应该啊纪念祖先啊，感谢祖先为我哋所做一切，但我哋唔应该拜祖先嘅。奉耶稣嘅名拜祖先带嚟嘅邪灵，或者系屋企曾经有地主啊，有啲任何嘅偶像嘅呢啲嘅邪灵都要离开。任何庙宇嘅邪灵，或者细个时候曾经契过任何嘅偶像嘅呢啲邪灵都要离开。我哋斩断呢啲嘅契约，奉耶稣嘅名释放我哋嘅灵，让我哋飞去神嗰度。啊，想象自己飞去神嗰度，魔鬼就要离开我。我飞去神嗰度，我跑去神嗰度。我拥抱耶稣，耶稣拥抱我，我就得平安喜乐啦。耶稣呢一阵拥抱我哋，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天父。耶稣拥抱紧我，耶稣好欢喜，耶稣见到我就欢喜啦。耶稣见到我喜爱神，神耶稣就欢喜啦。多谢耶稣，耶稣系接纳我哋嘅，我哋真心悔改，神一定欢喜嘅。就算我哋未够完美，我哋就系神啊，你帮我啦，帮我更加去处理罪。更加放低罪嘅问题，我哋就越能够得到神嘅平安喜乐。多谢耶稣嘅大恩，多谢耶稣嘅大爱，多谢天父同我哋一齐。感谢耶稣，多谢天父，赞美天父。奉耶稣嘅名，所有邪灵都要离开，任何嘅邪灵都离开，让我哋得释放得自由。哈利路亚，我哋可以开心快活，哈哈哈哈，喜乐都有一个方法，邪灵会走嘅。奉耶稣嘅名，所有邪灵要离开，我哋可以充满喜乐。啊，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大家可以喺个心嗰度吹出嚟，将啲重担吹晒出嚟。啊，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啊，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啊，哈利路亚，多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耶稣，耶稣是得胜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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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多谢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主名，哈哈哈！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哈哈哈！多谢天父，多谢耶稣。耶稣已经得胜，耶稣已经作王，奉耶稣的名，所有邪灵都要离开，任何的邪灵都要离开。我们是属于耶稣的，耶稣掌王权，耶稣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个信念，耶稣现在居住在我心中，耶稣话晒事，我让耶稣话晒事，在我生命中耶稣掌权，耶稣我跟从耶稣的决定，跟从耶稣的心意，
耶稣所喜悦的我就跟着去做，我们的心里面让耶稣完全掌王权，我们可以一路扫下你的心口，神啊，你在我心中掌王权，耶稣在我心中运行，邪灵要离开我，邪灵要离开我，完全离开我了，你可以吹出来的，奉耶稣名呢，吹那些邪灵呢离开，所有的邪灵都要离开，所有的邪恶势力要离开，所有负面思想要离开，所有的罪要离开，耶稣叫我们得胜的，哈利路亚，所有邪灵都要离开，哈利路亚，耶稣得胜的，邪灵一定要离开，邪灵一定要离开，邪灵没有权柄在这里，奉耶稣的名，所有邪灵要离开，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我们可以开心快活，开开心心，因为耶稣是得胜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哈哈哈，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哈哈哈，多谢天父，多谢天父，我们因为神而欢喜快乐，哈哈哈哈，欢喜快乐，邪灵都会更快离开的，耶稣在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欢喜快乐，邪灵就必然要离开的，奉耶稣的名，邪灵必定要离开，多谢主，求主赐给我们信心，深信我们是靠着耶稣必定得胜，耶稣是掌王权的，我们就欢喜快乐，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荣耀颂赞归给天父，哈利路亚，感谢天父，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哈利路亚。好，你哋就先讲嘅情况点样样，而家嗰啲有冇人有邪灵啊，或者啲邪灵走啊，都可以讲出嚟嘅。头先咧，我就系头咧，即系你先过嗰时第一次咧，我就头不断系就好似麻麻痹痹、麻麻痹痹，但系一路去第二次都喺度祈祷，我宣告嗰下咧，而家好似又舒服翻咯。嗯，即系冇嗰个麻麻痹痹嘅现象咯。好，感谢主，多谢耶稣。系啊，牧师，头先你咧。唱一首耶稣得胜的歌呢，觉得好喜乐。嗯，感谢主。又唱又觉得在心里面涌出啲喜乐出来咯，同埋感受神呢好大个同在咯。我企喺度，我有时呢不停咁摇，有时呢都企唔稳。我觉得耶稣好大个同在。好，咁嗰啲就先觉得嗰啲啊邪灵嗰啲彰显又点样啦？而家冇咗头晕啦，都冇再呕嘅感觉啦。OK， 好，感谢主，好多谢主耶稣啦。我哋日日都同神有亲密关系。我想回应啊，牧师。系你讲啊。咁我就冇邪灵走出嚟嘅，但我你唱嗰个耶稣得胜嘅时候咧，我就系不停咁讲方言咁样咯。嗯，好，感谢主，都系圣灵嗰个临在啊！多谢主，多谢耶稣，多谢耶稣。我想分享少少，即系我而家喺你呢度学习咧，即系礼拜日两点到两点半到五点半嗰个咧，同埋而家朝头早咧，咁啊我睇到跟住你嗰个去亲近神啊，离开罪啊，同埋神相信神系祝福嘅，咁啊我翻工嗰度咧，咁啊神赐俾我一份工，我要同翻工嗰度所要嗰啲祈祷交在上帝，相信上呢份工系上帝赐俾我嘅。哇！我而家即系开学到而开学到而家，即系不断去增加嗰啲小朋友喎。哇！本来增加到一半啊，比旧年，即系我旧年翻工到而家，即系我不断去祈祷。今日今年睇到你神好大嘅祝福，即系我嗰个学校嗰度啊，即系嗰个老板娘都系基督徒，我不断同佢祈祷祝福佢。咁啊，一啲小人数增加，咁样多咗小朋友咪？即系好啲咯，有生意咯，即系钱多啲咯，即系系祝福咯，系赐福咯。感谢主，好感恩俾主，神系祝福噶，系啊，神系祝福噶。阿门，多谢天父。系嗰阵时，有一个人佢系做地产嘅，咁咧佢话好耐都冇生意，咁后来咧佢就即系肯跟从我所嘅教导啦。咁佢就话咧，佢好奇妙嘅，一个月忽然间有买咗五间屋。咁咧就佢话真系好奇妙，未试过发生嘅。咁即系神都可以祝福我哋嘅生意嘅。
而家嗰个社车咧，我哋去千岁湾嗰度咧系13人嘅，佢而家已经爆棚噶啦，哇！几日又多咗3-4个，感谢主，神就系咁样不断赐福咯。感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天父，系我神啊，供应我哋，赐俾我哋能力去服侍神，供应我哋，供应我哋嘅需要，亦都赐俾我哋能力，能够去奉献。感谢主。牧师啊，我想问一下，我就唔知点解成日负面情绪成日会出到嚟，但同你一齐唱歌祈祷就会好开心咁样，但我控制唔到嗰啲负面情绪成日出嚟。呢样嘢咧，一方面就系亲近神啦，咁另一方面就系我哋嘅信念，同埋我哋选择喜乐。嗱，咁我解释呢两样嘢，信念就系我相信神掌管一切，我相信冇人能够拦阻神嘅祝福。我相信神睇重我，即系呢一啲系非常紧要嘅。我哋用呢啲咧嚟到取代任何嘅觉得自己冇乜用啊，冇啲人唔中意我啊，呢啲观念咧全部都要放低，就系、是、一路宣告神爱紧我嘅，神祝福我嘅，冇人能够拦阻嘅。咁呢啲都系会帮助我哋个思想，帮助我哋去有正面嘅思维。咁第二咧就系、是、当我哋发现里面有任何负面嘅思想或者感觉，譬如话啊好烦啊，有啲人对我唔好啊，咁即刻要处理啦。佢对我唔可以佢嘅问题，其实佢好惨啊，佢要面对神啊，佢好惨噶。我就有耶稣，我唔惨噶，咁样即一定系深信佢冇人能够攞走啊神嘅好嘢嘅。咁样呢个就系清理垃圾啦，就系、是、我唔惨嘅，其实佢惨，佢需要怜悯，我就怜悯佢，我就饶恕佢，我祝福佢。咁呢个就第二啦。咁另外就系当然多亲近神啦，宣告神嘅爱啦。咁第四咧，另一个选择喜乐。咩叫选择喜乐呢？即系我哋普通嚟讲咧，一个人咧，即系起身唔会开心噶嘛，唔会特别开心噶嘛。平时做嘢唔会特别开心噶。我哋可以选择，我有神咁好，我有神咁多恩典，我可以放低垃圾，我可以选择开心。而家赞美人耶稣，哈哈哈！选择喜乐同埋选择笑啊，选择从心里面充满喜乐，咁样咧。嗰啲喜乐就会走出嚟，喜乐系需要选择嘅，即系唔会自动有喜乐嘅。喜乐系需要选择，即系话我选择活在喜乐之中，我选择享受神、欢喜神、深信神嘅大恩大爱。咁呢个系一个正面嘅思维啊。咁所以希望你会尝试咁做。咁然后啊，你再有问题，我再私下同你倾，好冇？唔系，我想问一下嗰、那个冇咗体力，嗰人好攰，就会好多负面情绪出嚟。冇咗体力啊，嗰人成日好冇体力系嘛？系咯，成日好似冇咗体力咁啊，就负面情绪好多，负面情绪就出咗嚟咁啊。冇咗体力系咩原因咧？我都唔知道，成日都觉得好攰，我好想做嘅嘢，都做唔到。OK， 嗱呢个可以系因为身体嘅健康缘故啦，咁亦都可以系心灵影响身体啦。咁我哋就。需要咧去，一方面就系照顾身体啦，有适当运动同太阳啦，适当嘅休息啦，同埋处理情绪，处理情绪都系对于我哋健康好紧要嘅。如果时时喺情绪负面情绪之下咧，个健康就自然就唔好，同埋咧就会个人咧就情绪低落。咁我哋呢个其一啦，第二咧，就算喺攰嗰阵时。都同自己讲，我就算而家攰，唔系代表我要唔开心。我就算攰，唔死得嘅，耶稣一样帮紧我嘅。即系喺攰嗰时候都专注话耶稣爱紧我，我多谢耶稣，我感谢耶稣。譬如就算我病啊，我就话哎呀，我而家好攰啊，我会喺度病嗰时候，我哋耶稣感谢耶稣，而家可以休息嘅时候啦，哈利路亚，一样系咁选择起落。呢个你做做下会做到嘅。